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华创联通 A House， 我系 Leslie。Hello， 大家好，我系 Leo。咁啊 ，Leo， 我哋今日啦，惠州之行嚟到呢一个位于惠东区嘅双月湾啦。冇错。咁其实喺今年下半年啦，双月湾有一件事咧非常之出名同埋震撼，就系点解咧？有一个屋苑里面咧，两座嘅高楼大厦，竟然咧喺呢一个我哋嘅短时间内咧系亲密接触啊！咁啊，我哋要知道啦，咁啊，大楼倾斜呢一件事嘅话咧，绝对可以叫做可大可小噶。咁啊，特别系所在嘅位置咁样临近海边啊，咁啊，受到嘅呢一个风力影响同时咁大，咁究竟呢一件事如今嘅后续系如何咧？有冇进行到修整咧？所以我哋咧，既然嚟到惠州，所以亦都嚟到呢一个事件嘅发生所在地，就系位于惠东区双月湾嘅红海湾二期嘅屋苑啦，去同大家进行探访啊。咁啊，由于我哋并唔系呢一个业主啦。所以嘅話咧，亦都唔方便啊，進入到佢哋嘅屋苑內部啊，咁啊，所以我哋喺目前佢嘅外圍嘅位置啦，其實就希望利用航拍機同我哋嘅觀眾朋友咧，透過航拍一齊去揾到呢兩座傾斜嘅大廈。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咧，嗱，我哋依家現時處於嘅雙月灣啦，雙月灣成個規劃啦，就係由萬科去打造。係。咁之前咧喺七月份嘅時候同大家拍過華潤嘅小徑灣啦。咁其實惠州幾個臨海嘅呢一啲度假嘅城地啦，都係由幾個大嘅開發商啦去做呢個規劃嘅。咁每一個規劃地盤入邊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開發商咧去買你嘅地做一啲開發。咁我哋嚟到雙月灣咧，其實雙月灣咧係一個雙月灣同埋尋寮灣咧，可以話係惠州依家目前咧最多玩樂項目嘅一個地方嚟嘅。我哋可以見到身後都有很多朋友嚟呢邊係度假啦。當然其實依家唔係屬於一個旺季，因為天凍啦，你玩唔到水，玩唔到水上嗰一啲活動。但其實每年嘅大概係四月份開始啦，到國慶啦，都係屬於好旺好旺嘅一個季度嚟嘅。咁而我哋今年年尾出現過呢個事故之後啦，咁其實紅海灣嘅呢一個屋苑嚟講咧，可以話係成個商業灣入邊咧生意最差嘅一個屋苑嚟嘅，因為真係擔心嘅，因為其實兩座樓咧係頂到就黐埋咗，咁到底邊一座斜咗，定係兩座都斜咗？咁到底咩原因嘅話咧，咁可能比較複雜啦。anyway 唔緊要，我哋先嚟睇一睇，我哋到底歪咗嗰兩棟樓喺邊度先。好，咁啊，我哋嘅航拍機係即刻起飛啊！嚟一齊找尋一下我哋嘅呢一個。咁啊，我哋可以見到啊，畫面上嘅呢一個我哋嘅大廈啦，其實就係紅海灣二期嘅呢一個其中一個物業嚟噶啦。好啦，咁啊嗱。現時咧，正式開啟我哋嘅呢一個航拍嘅畫面啦。咁啊，喺呢一個航拍畫面上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見到目前雙月灣嘅情況。咁啊，先飛到一個一定嘅高度先啦。我哋從高處望翻落去。嗯哼，我有啲緊張。冇錯，而且呢個位置好大風啊，其實好大風啊。咁啊，飛機其實都幾撐得住。哎，我哋其實一飛上去就即刻見到咯喎。嗱，就是正前方的呢兩座啦。嗱，我哋先嚟睇睇正常是點樣先。正常我哋再飛高啊，係冇問題嘅。哇，稍等下，呢個風力嘅話咧，真係比較大啊。哇，我哋向後騰一騰，你睇一睇，誒？我哋先要睇睇面前嘅呢兩座，冇錯啦。我哋喺嗰條罅嗰個位置睇一睇先。甚至乎咧，其實有可能係我哋面前嘅呢一座啊！哇，貼得好近噶，大家可以見到。黐下佢啊！係啊，黐下佢。我哋俾個鏡頭近鏡，我哋飛過去，然之後向下低炒望落去下邊個感覺。估计是这一座，冇错，因为到了顶，到了个甚至乎我哋可以见到啦，佢嘅呢一个楼顶嘅位置咧，可以讲系紧紧相连一齐嘅，同我哋当时睇到嘅新闻报道咧系一致啊。我哋可以见到咧，屋顶个 parapet wall 啦，即系呢边叫女儿墙啦，系贴埋一齐，咁贴到有几近咧？我哋降得低少少，去到佢嗰个接驳位，俾大家睇一睇。
嗱，我哋可以喺陰影位見到咧，基本上係兩座樓黐埋一齊嘅啦，係啊，完全係黐埋一齊嘅啦，係啊。嗱，我哋飛過去啲，喺嗰邊擰轉面睇一睇，嗰邊嘅感覺係點？即係從海嘅方向望過嚟，睇下佢拍係咪已經並排咗先。好嘅。嗱，屋苑嘅設施依家目前咧就基本上係停曬嚇，出邊有個白沙灘。今天風是比較大一點，沒錯，真的很沒有完全理解這個業主的擔心，你可以看到基本沒有空缺的，就說黏在一起的，完全是，我相信它本身的 design 就不是黏在一起，我們可以去看一看隔離座，隔離座剛才其實看到遠過座，我們是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其實是有罅的，是的，冇錯啊，咁我哋亦都想辦法再降低少少啊，俾大家睇到。咁大家亦都可以見到啊，透過呢個設施見到啊，裡面咧基本上就係呢一啲我哋嘅 apartment 嘅公寓啊。咁啊，裡面基本冇人住噶啦。咁我相信大家假如係遊客嘅話咧，其實都係不敢入住嘅呢一個狀態噶啦。咁啊，我哋去睇一睇另外嘅一座啊。咁可能涉及到個問題就比較多啦。由於其實呢個係一個近海嘅位置啦，佢以前呢個片區係唔係填海嘅就應該就唔係，係臨海地。然後甚至乎嚟講嗱，呢度我哋再睇睇嗱呢座啦，都係黐埋到實一實嘅。我哋可以見到呢一座都係黐埋到實一實實一實。咁係當佢係。它本身呢兩座嘅樓間距相對較近，然後當都發生咁嘅情況嗎？嗱，我哋可以見到嘅。嗱，我哋一共有幾多個係雙子樓啊？嗱，兩座。嗱，呢一座咧，亦都係已經係去到咁樣嘅狀況噶啦。咁啊，其實喺呢一種嘅情況嚟講嘅話咧，嗱，就問一問你一個問題啊。作為土木工程嚟講，我哋咁近呢一個。海邊的這個情況之下，會不會存在是地基造不穩的這個情況，造就到這幾座都產生了這樣的問題呢？其實就可能會有很多複雜的問題，我們是不知道的，因為呢首先就是看回它這個地皮，如果它是一個填海地皮的話，填海之後你擲得夠不夠一定的年限再讓你運去起東西，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例如新加坡一樣，新加坡一些新的規劃來說，它是會將潛佔性是想埋30年到50年之後的規劃，它會依家填海然後30年之後用，但是如果這裡是一個填海地皮來說的話，如果它站不夠年限的情況下，它要起這麼高的樓是會有一些這樣的風險的。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座的空隙很清晰地展示給大家看到，基本上我覺得可能是有幾近呢，拳頭位一個拳頭的 size 的位置的了，就是同埋有機會好像我們以前香港都有一個短莊的事件，短莊樓我唔記得叫咩花園，碧桃啊，我唔記得叫咩花園，呢個都有機會可能是短莊或者是沉降的情況出現，係咁可能是因為沉降你以後影響就很大了，包括你整個外立面的結構上它會出現裂紋，因為你棟樓其實是塌咗落去，個豆腐已經踩凹咗，佢冇得復原嘅，冇斷，即係好難去復原呢樣嘢。相信其實呢一個整個屋苑嘅地塊啦，其實都係相當之豐富嘅，咁啊並唔會話喺樓梯設計上本身就將兩座嘅樓梯設計得如此緊密，預留一個拳頭嘅位，咁一定係後期嘅一啲影響啦，造就到啊，咁啊我哋可以見到啦，咁啊真係非常之令人擔心啊，因為一個屋苑咧可以講有四座嘅大廈啦，都發生咗呢一種咁嘅類似嘅情況啊。咁一共係有幾多個呢啲雙子樓咧？有幾多對咧？一共係？嗱，我哋可以見到，哇！嗱，非常之大嘅，呢個係誇張到啲嘅，係啊！嗱，呢一個係仲恐怖啊，仲恐怖嘅。呢個其實佢兩棟樓係咪高低嘅？係啦，咁啊，你可以見到嗱，呢一個哇，已經係去到嗱，我哋過到最低，係啦，我哋過到最低，過到最低俾大家睇一睇啊！哦，呢個如果係高低嘅話，就仲能夠清晰睇到。我哋去到低嗰邊，係啦。望向高嗰邊，如果冇罅嘅話，咁證明其實兩棟樓應該真係黐埋咗一齊。係啊，嗱，黐埋咗一齊。咁啊，我哋可以見到嗱，紅海灣二期嘅呢一個項目真係非常非常之同埋佢嚴重啊，冇咩必要整到咁埋啊！如果係真係 design 嘅話，
啊，因為其實如果嗰條罅咧係好窄嘅情況之下咧，嗰、那個罅嗰、那個位置所產生嘅嗰個風力係好強，即係嗰個位。因為你諗下，你要咁細嘅接觸面積，你要有咁大量嘅風要經過，嗰、那個位係好勁嘅個風位。嗱，呢度啊，我諗咧，其實我哋睇到新聞報道嘅咧，應該就係呢一棟。啊哈！因為呢一棟嘅話，大家可以見到啊。透過鏡頭上面咧，哇，基本係合埋，係合埋咗一齊，兩座樓，應該就係呢個，冇錯啦。咁但係我哋會發現就係我哋睇到嗱，基本上六座嘅高層 building， 每一座都有機會係發生咁樣嘅一個情況啊。嗯，哇，你睇下嗱，係冇空隙嘅，大家見到喺呢個位，我哋揸前去，去到最盡啊。这个位置已经是相当贴近的了，大家可以看到是没有任何的空隙的，大家看到没有任何空隙，非常之夸张，非常之夸张，我们向下望下去，向下望下去，哇，全部是贴近的。如果它是做那些，因为现时有一些合并单元的楼，如果它是本身是想着做一个合并单元的设计，它没有必要留这样的罅在这里，没错。所以我觉得當然我哋都會揾翻當時佢一啲資料去試驗支援，即係揾唔揾得翻啦嚇。但係按照翻原先個 design 嚟講嘅話咧，就應該就唔係合埋嘅。冇錯啦，我哋可以見到啊，咁啊，基本上嘅話咧，整個紅海灣二期啊，我覺得應該都係冇咩人敢住喺度噶啦。好神奇。我哋可以睇翻呢度啊區咧，呢啲流轉率咁高嘅單位啦，即係可能住嘅人的確都好多啊。嗯，所以其實呢樣嘢都真係有啲危險。同埋大家你可以見到啦，基本上就係呢幾座嘅呢一個情況，基本上已經係哇冇辦法噶啦。啊，咁啊，同時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啊，咁啊嗱咁臨近海邊嘅情況，咁啊周圍嘅呢一啲。我哋嘅度假項目嘅話咧，其實都仲有嘅。咁對於其他項目嘅影響，我相信亦都係相當之大啊。因為全部都係屬於呢一啲接近30層高嘅超高層嘅一個整體嘅建築啊。咁啊，雙月灣嚟講嘅話，雖然咧佢唔算係叫做目前惠州最受歡迎嘅海岸線啊，咁啊大部分其實大家集中喺呢一個十里銀灘。咁但係嘅話咧，其實無論是這個我們的施工的工藝啦，還是安全性來說的話，真的都相當令人擔心，最多人買機產品，沒錯，很多深圳的朋友、東莞的朋友，甚至香港的朋友，很多是買了這種類型的旅遊房產用來出租用的，而每年的旺季只有大概是超過半年，正常來說應該是5個月左右，五個月的收益能夠均衡到它這個收支，尤其是現在的屋苑感即係但佢出現封閉嘅情況之下，佢需要執收嘅情況之下嘅話，就可能係遙遙無期，因為呢啲已經起好咗咁大座嘅呢啲樓咧，都唔知點樣去執收呢個問題，可能就已經唔係執收嘅問題。冇錯啦，咁啊，其實當然啦，由於呢一個我哋嘅風力咧太過強勁，我哋都回收翻部無人機先啦。咁啊，其實大家亦都透過今次真實嘅鏡頭啦，去睇到啊，關於呢一個我哋嘅。紅海灣的事件啦，亦都係真實呈現俾大家。咁其實都想諮詢一下，按照依家如今嘅情況嚟講嘅話，其實我哋去做維修，基本上可能已經做唔到嘅。係，而基本上係好難嘅，即係好似香港咁，如果你棟樓係咁高，因為香港啲超高層建築嘅話咧，出現咗斷裝或者沉降，已經超出咗佢嘅允許範圍。因為樓係一定會有沉降，係隨著年代嘅久遠，所以沉降咧，佢會有一個。政府有本 guideline， 佢會有一個允許的範圍。從你施工到你起好咗，你入住之後咧，佢會有一個範圍。當然啦，呢個範圍你要即係好嚴格地去檢測啦。當你超過範圍嘅時候，其實你個結構上就出現咗啲不穩定嘅因素。呢啲因素可能會影響好多問題。喺依家嘅話，我哋空口説白話，我哋解釋唔到俾大家聽。但係其實一定係唔好嘅嘢，因為喺結構上嘅嘢，你係好難進行一啲修補。咁但係就我都想問一問，就對於我哋嘅業主嚟講嘅話，究竟呢一樣嘢由邊個應該去承擔呢一個責任咧？嗱，冇錯啦，我哋喺所有嘅合同入邊咧，都其實會有指出呢樣嘢嘅，就係涉及到結構上嘅問題。
呢個係開發商嘅責任，係亦都係屬於甲方嘅責任。所以其實如果買咗個產品係出現過我哋呢一種所謂結構性嘅問題，甚至乎我哋之前幫我自己幫一班業主處理過一啲樓盤嘅屋苑防水嘅問題。當你的防水屬於我哋交樓時間嘅時候，一本 warranty 上面講俾你聽，你層樓嘅防水係保五年嘅。當我入住之後，我喺一年內發現咗我哋大量嘅屋企有防水問題，我哋需要維權又好，出現一啲開發商要執修都好，佢統一執修嘅時候咧，首先佢要賠付俾你，即係佢要入你屋企裝修嘅時候，咁佢都要賠錢俾你，呢個第一點。第二個。執修嘅呢樣嘢咧係唔需要俾錢嘅，因為防水都係屬於佢結構上嘅其中一個環節，佢唔屬於裝修嘅環節，屬於結構上嘅環節。咁如果你出現呢一種，比如話條梁裂咗啊、屋冧咗啊，或者係打斜啊呢啲啊，可能結構上影響比較大嘅問題嘅話咧，絕對咧就係甲方承建嘅責任。呢樣嘢同我哋業主咧係冇任何關係嘅，所以呢樣嘢喺維權上大家可以放心。冇錯啦，咁其實關於呢一個紅海灣啦，咁我哋後續嘅呢一個日子啦，都希望會繼續會 search 佢嘅後期處理啊，咁希望可以將呢件事嘅追蹤結果啦，亦都通過 YouTube 啦告知俾大家，令到大家了解翻呢一個真實嘅情況。好啦，咁其實我哋今次嘅紅海灣樓貼樓探秘事件咧，其實到呢度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期嘅節目再見面啦，拜拜。